那年，妈妈说要搬家去新的地方，新的同学，新的教室，新的老师，啊，怎么办？2017的冬天，17岁那年，学了吉他，和社团办了惩罚。19岁那年，谈了场恋爱，发现自己骄傲的不懂得爱，在马路上吵架，你大喊着说分手。见风